爸妈有责任把小孩照顾好，是没错啦，但是他们也是人，也会犯错，也会偷懒，也会用另类的方式来处理问题。下面这些超随性的爸妈的行径可能会让你惊掉下巴。啊，我以为给儿子买了一件很棒的圣诞毛衣，直到老师告诉我圣诞老人在干嘛。当爸妈是工程师时，简单而有创意，我们绝对不是故意的。广告 VS 现实，耍杂技，我28了，和爸妈住一起，这是他们圣诞节送我的礼物。我只是想叫儿子游泳。我爸妈很保守，但是他们去旅行的时候发了这个给我。刚穿的新衣服啊。带女儿来吃大餐。爸爸，能给我留点地方吗？好啊，没问题。我跟我爸说万圣节想装扮成一个耳朵。爸爸的本能，这圣诞袜太酷了，应该给这爸妈颁奖了。还有9个小时的行程。我爸一直盯着我，直到我看到了他的盘子。朋友带女儿去动物园，一不留神就变这样。我爸没时间给我买生日气球，就拿这些给我。他是一名口腔科医师，我在网络上买了一个手机套，结果大小不合适，我就把它给了我爸。这小孩没人管吗？来，我抱着你。我妈喝嗨了，把洋芋按大小排好。我24岁，爸妈送我的圣诞礼物是想暗示点什么。我爸终于看见了我的刺青，这是他的反应。我爸一喝醉就要叫狗狗骑脚踏车，小孩都没事哦。真的，这只是一个戏剧化的镜头，虽然很天兵，不过比起那些不苟言笑的爸妈，小孩可能更喜欢这样有趣的爸妈呢。